说到四川的时候，相信很多小伙伴都会想到成都和绵阳这两个地方，在近几年里的发展特别出色，在四川境内的名气特别大，地位特别高，受到了我们国家的重点关注。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你知道四川地区又一个要崛起的城市吗？未来将和成都、绵阳三足鼎立。这个地方是你的家乡吗？这个地方就是德阳。说到德阳的时候，相信很多小伙伴都感到非常费解，觉得它在我们国家的名气特别低，根本就没有人认识。其实这些都只是我们。 不了解他们当地所造成的误会而已。德阳当地的矿产资源异常的丰富，发展特别快，却一直都非常低调，人们觉得陌生不熟悉也是在情理之中的。德阳除了煤炭资源之外，天然气、磷矿资源也特别的多，是四川境内的主要供应地。 在今年第三季度的时候，当地的经济总值就达到了一千六百多亿，位置特别好，与省会成都的距离特别近，在两大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的交汇处，占到了特别多的优势，交通方便，很多条线路都从境内穿过，离双流国际机场很近，只有五十公里。我们国家对当地很重视，如果德阳能够按照现在的速度继续发展下去的话，以后肯定会变得越来越出色。